短一点，左低右高。点往右上方带，往右下方，上面宽，下面窄，横画左边稍微长一点，右边的话不要写太长，竖钩要写的垂直。钩不要太长，短而含蓄，撇即笔在横与竖钩的交叉点的地方，不要太长，撇要短一点，点稍微往下面来一点，这边留出空间，横遮钩，横画要细短一点，相对要细短，提按，然后向左下方斜行笔要长点。要粗一点，撇，出头不要太长。我们看一下，栗子在右边的时候，应该是往右下方斜一点，把上方空出大一点，高低要错位。这棵树的话要垂直，这个往左。正三步结构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，要写的紧促、短小，我们不要把它写的太大。第一个撇短一点，第二个撇长一点，竖画起比较轻。三，高起笔，然后向下垂直，竖折。所以，我们下面这个横画要写的短一点，要避让右部的反门旁。这两个竖要对齐，山的话，竖的高低要变化。这个竖这边要出点头，间距这边相等，撇。这个横在撇的竖笔的下方写短一点，所以这个撇的位置要短小，捺笔由轻到重向右下方伸展出去，要长一点，突出这个。我们看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要高低要。招撇，注意由重到轻，横撇不要写太大，口上宽下窄到梯形，横折横画要稍微细一点。口要写的宽扁，向下，然后这个是向右出头，这里面是宽的，乃先写撇，由粗到细，再写横折折钩，顿一下向右上方斜，提按向左下方，轻轻稍微顿一下，然后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内圆外方，比这个横画向右上方斜的由重到轻，就是向右下方斜的方向要变化，这个折要短，这个长要带有弧形。